好了，各位开始了，对吗？好，各位嘉宾老师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设计马拉松的直播节目《可持续呼吸》。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老师，首先是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冰冰老师，欢迎杜冰冰老师。大家好。接下来呢是我的同事，独立设计师、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教师马川老师。大家好。接下来是我的朋友，知名的可持续品牌好评的创始人 CEO 黄宁宁老师，宁宁好。大家好，不好意思，最没后有。呢，没有关系，我能听到你的声音。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和马川老师一样，同样来自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那么今天欢迎三位老师，也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分享。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呢，我们将一起从服饰、家居、生活、教学和产业等不同的角度去对谈可持续生活的方式、生态材料的创造以及可持续产业的发展等等。希望大家能够跟随我们的分享，重新去思考时尚的态度和当下的生活方式，共同做出能够塑造地球未来的决定。好，下面就我们开始我们的分享。首先由我来做一个简短的开场，我的分享主题呢是美丽的污染。好，大家稍等，我分享一下屏幕。好，我的主题呢是美丽的污染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在当下的生活里面，首先，当你想成为一个时尚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媒体也好，或者是这个杂志也好，给我们一些引导，比如说教我们怎么去购买，教我们怎么去配搭啊，怎么去这个用服饰配搭配饰，造出新的风格、新的方向。包括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去装点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不得已的，或者说愿意的，去不停的进行购物，疯狂的购物和剁手。所以这一切，我们在做的这一切是对的吗？可能不一定，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其实呢，为了时尚与潮流，我们经常走在我称它为自我作死的一个路上，因为当我们沉溺在时尚和潮流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疯狂。我们来看一下以往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被我粗暴的称为文艺复兴三件套的这样一个这个服饰啊，在文艺复兴期间，为了某一些这个原因，人们设计出了紧身胸衣、裙撑和拉夫领的这样一个三件套。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的这个女士，她穿上了拉夫领，系上了紧身胸衣，把这个腰勒到非常细，并且呢，为了下摆打开，形成一个人工造型，又加了裙撑。我们可以看到她虽然非常美丽啊，但是我觉得她已经很僵硬了，几乎无法动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除了对于身体的这种禁锢和自我的伤害以外呢，他们还会使用毁容的化妆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化妆品里面非常忌讳的铅白粉啊，就是含铅的化妆品，我们现在都不太愿意使用，对皮肤、对健康有伤害。而当时因为没有更好的技术，铅白粉是最好的打造厚妆和白脸妆的一个元素，因此呢，他们就无止境的追求白脸，把铅白粉敷在脸上去打造自己的妆容，以认为这是时尚和美丽的。而实际上呢，到了中晚年，他们的皮肤都会一定程度的溃烂和产生伤害。包括我们现在仍然在流行的高跟鞋，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有出现这种高达30厘米的翘品，它非常像中国宫廷的花盆底鞋。穿上去的时候呢，走路应该是很困难的。虽然我没有尝试过啊，但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时尚的单品也好，或者时尚的潮流也好，它其实并不一定是非常健康和合适的。但当下呢，人们沉溺于那样的风潮的时候，并没有那样的思考。所以，当我们沉溺于时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陷入了这样一个漩涡。在这样的漩涡中，我们不仅作死自己，我们还作死他人。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有皮草的，对于皮草的这种狂热，
人手一件的皮草配饰对于当时电影的崛起以及搭配长礼服的这样一个需要来说，变成了每个人都需要的这样一件时尚的必需品。杂志呢还出了一个动物图表来帮助顾客挑选皮草，所以在这一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伤害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除了对于动物的伤害，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在梦游这个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电影里面有一个知名的角色叫风帽匠。那么一直到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后，我才知道风帽匠的来源。19世纪末的这个风帽匠是因为制造当时流行的这种合狸皮的高礼帽而产生了职业性的汞中毒，所以这些工人在处理这种合狸皮的皮草的时候必须运用汞元素的制剂，于是呢他们产生了慢性的汞中毒。除了对工人的这种伤害以外呢，我们看到对于合狸这种动物也伤害很大，这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呢几乎在当时是绝迹了。这些工人因为在制帽的期间不得不长期接触汞，所以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些中毒的反应，比如说失眠、噩梦啊、失忆，然后呢说话吞吞吐吐，包括会颤抖抽搐，以及影响到他们的生育和生活。那么这种职业伤害被记载和发现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面，人们仍然沉溺在这样一个帽子的单品的光泽里面，觉得这是人生必备的一个时尚单品，而没有去停止这种制帽的工业。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就是我们现在觉得绿色是日常的一个颜色，而当化学这个染料刚刚发起的时候，这种绿色的染料呢，它虽然颜色非常鲜活，但是它是有毒性的。从穿着者到染色的工人啊，到制作的工人，他们都有中毒的情况。我们看到右手边的这张图中，就是中毒以后皮肤溃烂产生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沉溺于当下时尚的时候，我们现在反观以前啊，反观这些风帽匠的问题，反观这个一些这个对身体的伤害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很可笑，这不应该存在。但是当我们沉溺于当下的时候，我们很难拔出自我去反观反思我们是不是做的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当下时尚是否有它的任何问题，我们要来反思一下。我们目前的时尚行业是个灾难吗？对于可持续的生活来说，对于地球来说，实际上它是个灾难。在21世纪的首个十年，快时尚的风潮崛起以后呢，人们开始根据商业的推进去追求瞬息万变的时尚潮流。所以你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不停的在购买衣服，我们忍不住的去购买，我们的衣橱急速膨胀了啊，就更衣间越变越大，在家庭的生活的比例里面越堆越多的旧衣服。而这样的一种购买和消费让这个资源也开始过度的损耗，比如说化学制剂啊，比如说欠发达国家工人的权益没法保障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随着这样的一个快时尚的产业的发展而产生。那么最后这些品质不是那么好的追求快时尚的衣服在我们的衣橱里堆积如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衣服我们根本就来不及穿它，甚至已经把它遗忘，它就成为了事实或者潜在的排放垃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旧衣堆积如山的这样一个情况。因此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时尚生活造就了什么呢？以下是几个统计数据。首先有一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在美国一个年轻人平均一年要买，就是说你买的多或者买的少，平均下来是要买68件新衣。这个数字呢其实已经远超我们对于生活的正常的需要。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服装的不仅是购买中，在制作和生产中也产生了大量的材料和物料的浪费。因为我们在裁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会有这个边角料的产生，而这种边角料和废料就要达到15%以上，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除此以外，我们看似简单的一件白 T 恤或者牛仔裤，实际上对于地球资源的浪费也很大。这是一个统计数据，说一件棉 T 恤的材料，从棉花的生产、浇灌到这个纺纱织布，最后制成一件棉 T 恤的整个过程中，需要用到1500升的水。1500升水的这个数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们买一桶大桶的那个农夫山泉，大概是4到5升。
也就是说你身上的这件棉 T 恤要耗费300桶的农夫山泉才能完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耗费，这也是我们时尚生活给地球给环境给自己造就的压力。因此我们已经创造了这样的世界，我们每年从地球呢获取5000亿吨的材料，然后经过种种的处理环节，消耗大量的能源将其塑造成某种形状，当然我们也一定程度认为它是设计，接着呢有意无意的忽略可循环利用的机会将它丢弃了。所有材料里面售后6个月仍然在使用的材料不到1%，这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99%呢被浪费掉了。因此一个热门的词就出现了，叫做医患，我们的这个杜老师等一下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它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困扰，就是家里的旧衣服实在是堆不下了。那么按照每一件衣服平均寿命3到4年，实际上大家心里都知道，大部分呢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3到4年。如果我们每人每年遗弃3到5件旧衣服，每年所产生的旧衣量就达到40到65亿件之多，于是就产生了医患。那么解决的方案现在有很多，但也许不是特别好。比如说我们的家门口会有一些这个回收的箱子，一个大熊猫，我们会把旧衣放到它的嘴巴里。左边这张图呢看上去非常的美啊，我觉得它很有感觉。当你不认为它是一条被污染的河流的时候，它是一个好看的肌理和颜色效果。但是它是一条在牛仔的水洗工厂旁边的一条河流，这个河流呢已经完全被牛仔水洗给污染了。那么当你再次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就会觉得触目惊心。所以2017年有一个评估啊，就会发现一个牛仔裤是完全由水制成的。我们日常穿的牛仔裤，从棉花田到棉布，再到水洗机啊，到洗衣机，它的一生要耗费3480升水啊。那么这个量就更大了，比我们刚才提到的，棉 T 恤还要翻一倍。一条牛仔裤的耗水量足以满足一个成年人接近5年的饮水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耗费量，所以呢牛仔裤现在也被认为是这个可持续问题要解决的一个时尚单品。听了以上的这些，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日常在购买消费和使用的生活让我们感到有点内疚震惊愤怒啊尴尬，但是呢实际上这些感受毫无意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比如说我们去尝试如何改变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后面的老师会提到我们去进行什么样的实验，什么样的探索，去帮助大家或者帮助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倡导的可持续的时尚，过可持续的生活才能可持续的呼吸。我有一个简单的这个5R的原则应对我们可持续时尚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啊。那么这个5R原则呢最早是来源于这个环境艺术里面的可持续的原则，但我觉得呢从我的角度看它同样适用于时尚产品或者是服装。首先我们日常当然要对我们的生活和这种时尚观念也好生活方式也好进行不停的反思，比如说你要思考我有没有没有穿过的衣服啊，当然是有，你有没有没有用完的化妆品也是有啊。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化妆品，但我们一直在买，比如说现在大量的人在晒口红，说你有100支、200支口红，但实际上你一年你没有办法用完2到3支口红，就是这个量的差距非常大。包括你在餐厅吃饭你有没有浪费，有没有光盘，你有没有在家里扔掉大量过期的食物，包括我们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经常控制不住的剁手，实际上我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现在很多的线上平台已经完全打通了，当你在一个 app 上搜过一样东西以后，所有的平台都会向你推荐让你买买买，所以呢谁在引导我们这样做，我们该不该停下来，而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是我们需要去反思和自我评价的。所以如果你的生活已经变成了这个日本摄影师画面中的这样一个形态的时候，那么我想他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啊。这一张作品摄影作品叫做穿衣穿到穷啊，除了穷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产生。那么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再利用，我们可以把旧的衣物或者时尚单品拿出来改造，重新让它回到
新的单品和衣物的这个配饰的序列中去。比如说这个再造一银行的这个品牌啊，一个著名的品牌，那么设计师张娜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对旧衣进行时尚性的新改造。除此以外呢，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中，你可以关注和多参与一些旧衣或者旧物改造的活动和沙龙。这些活动呢，在很多的这个展会啊，或者是书局啊、商场啊，都有这个举办。比如说这左边两张图片呢，是诚品书局的除旧布新旧衣改造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右边这个呢，是一个拆解旧的针织物去进行家居饰品制作设计的一个沙龙。包括呢，网络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达人或者博主啊，这个 ins 上的一位妈妈就通过家里的所有的服装都是她通过旧衣来改造完成的，给全家五口人都不停的这个打造新的造型。她通过这样的旧衣改造呢，也圈粉很多。那么这是同样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去尝试的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把旧的时尚单品去进行更新和改造，或者把其他领域的一些旧物通过更新和改造用到我们的时尚生活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牛仔裤，它在染色和水洗的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很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用一种新的技术把牛仔裤磨成粉末性的染料，喷涂在新的牛仔裤上。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可以一方面就耗费掉原来的这个牛仔裤的污染，另一方面呢，可以阻止新的水洗中产生的水和资源的耗费以及环境污染。那么再比如这个品牌呢，就是把一些这个老化的消防水管啊，因为老化的消防水管呢没有办法再作为消防使用，但是呢它每年的耗费量很大，所以它就把它回收处理缝纫以后做成包袋皮袋钱包等等的这样一些时尚的单品。目前这个品牌呢已经回收了100吨的产业垃圾。那么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改造，并不是只有设计师能够去完成。比如说我们一些废旧的这个地毯，比较硬的地毯，我们可以把它裁剪下来作为衣架呀，或者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包括右手边的这两个很好看的胸针和耳环呢，都是用这个塑料瓶加热以后形成的一个造型。所以只要你愿意去动手和尝试，实际上更新和改造呢，对你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那么第四个方式呢，我们可以进行再生循环和利用，这是后面我们杜老师和宁宁都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用咖啡渣的废料啊，或者说用我们废弃的塑料瓶去进行纤维的回收和再利用，把它重新纺成纱线织成布，去制作我们新的时尚单品，去消耗我们的这些美丽的污染。最后呢，一个方式呢，就是节约和这个低碳节约的原则。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在服装裁剪的过程中会有15%甚至更多的边角料的产生。那么如果我们在设计和制作的之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么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看到这位来自 FIT 的设计师呢，就倡导零浪费设计。他在裁剪和排版的时候呢，故意的去进行编辑，然后让整件的衣服面料呢拼起来就不会有浪费，所以叫做零浪费裁剪，也叫做零浪费设计。那么整件的服装就不会产生边角料，也不会产生这个压力，对地球的压力和污染。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也进行了裁剪上的尝试，这个是我课程上的裁剪尝试，用一整块的面料切三刀以后呢，这个反复的进行各种造型的变换。那么如果它更深入的话，也许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片式的这种无废料产生的裁剪方式去进行日常着装的变换。好，最后除了服装的设计上面的零浪费，我们也可以倡导零废弃生活。比如说这是纽约大学的一位这个女生，她4年来呢仅产生了一玻璃罐的垃圾，她实行这种零废弃的生活，他自制牙膏、乳液啊等等生活用品，同样呢在网站上分享这些生活妙招给大家。那么前几天我看到这个90后的中国女孩也进行了这样实践，她3个月呢产生了2个小玻璃罐的垃圾，减少对于地球的这种压力和污染。
好，以上我要说的这些呢，都是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积极倡导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去创造更合适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是对于我们目前错误的修复，这种修复在我看来是真正意义的时尚。所以，希望通过我和以下的几位老师的分享，让大家能够思考并且行动起来，相信改变这个世界呢，哪怕只做一点点。好，谢谢大家。以上呢是我的分享，我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杜冰冰老师为大家分享，她今天的主题呢非常有趣，叫做"浪而不废"啊。杜老师将向大家展示，我们如何通过向设计大咖和新锐设计师学习，寻求科技助力，利用废弃材料去采用合理的方式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这种生活和时尚的问题。下面呢，我们有请杜冰冰老师，杜老师好。好，谢谢向老师。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稍等哈。好。好，大家能看得见吗？可以，可以。好嘞，好，谢谢，谢谢向老师的分享啊，我觉得刚才我也特别受启发，向老师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在时尚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受害者哈，当然他们也是为了追求美而去这个做的一些这个努力，同时也从纵向的。应该说是从这个更宽的面上的来去分析了，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也是觉得学习了很多哈。那么下面呢，我也跟大家一起来继续来分享关于可持续性设计的这么样的一些内容。我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浪而不废"，那么希望我们能够把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能够给它用好。因为我们在这个追求美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不小心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废料哈，包括刚才我们说在裁剪过程当中，有15%的这个料呢是必须是这个可能会有的。那我们怎么来去面对它？因此，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么样的一个分享，也是希望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感兴趣的设计师或者是朋友们呢，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哈，因为我觉得作为可持续设计来讲，可能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应该去遵循的，而不是一个好像很特别的东西哈，就是它是应该是一个基础。那在我今天的这个关于浪而不废的这个讲解当中呢，我们主要是通过服装以及面料，它在这个设计上的一些表现，那么来去整理。所以我们首先呢，还是继续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来去提出来。那么重点呢，当然是 solution 哈，我们有什么样方案？在这个解决方案里边呢，我也分为5个方面，那么分别就是来自国际的哈，这么一些 fashion master 大师们的经验，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很重要，即这个广泛影响力的一些哈设计师。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科技是如何来助推我们的时尚设计的。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有幸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北京服装学院，那么在可持续时尚设计方面哈所做的一些努力哈。那么大概我们的时间呢是20分钟啊，谢谢。好，我接下来呢继续来去说一下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 background 啊，刚才向老师呢也应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和这个有这个印象的一个讲述哈，就是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时尚产业里边呢，它其实制造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甚至它应该是目前全球第二大污染产业，仅次于石油业哈，无论是从生产还是从我们后面的这个消费哈，所以呢，我们作为当前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这个坐以待毙哈，我们得想办法。比如说，我们不管在制造的过程当中，还是在我们已经穿用了以后的这个
当中都有一些或者那些废料怎么办哈、啊、那么也是就是说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拿这个 T 恤衫而言吧哈、啊、T 恤从纤维的制造到最后的这个丢弃，那么可以说它经历了八个过程啊，这个八个过程里边每一个过程我们说都消耗了大量的一些应该说是资源，同时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些污染。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像染色，牛仔布的染色就属于是制造这一块的，为了好看的这个颜色，那么我们可能要用到非常多的一些染料，同时也要消耗很多的水，是吧？所以可以形象的感觉一下哈，哪怕就是一件棉 T 恤，那么它的这个水都用了多少。所以这样的一种常态的话呢，我们是否就是说长此以往，是吧？所以在这么多的一些过程当中呢，我们唯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设计哈，就这个设计它可以说投入的这个精力比较多，但是它的消耗呢是比较少的，就是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污染来讲哈，它应该是比较少的。所以作为设计师来讲，我们应该在这个环节里边去多做一些这个努力。那么就我国来讲哈，这里边有一些数字的话呢我们就不读了哈。那么特别是从目前人们服装的消耗的这个趋势来讲哈，趋向来讲，我们的将来的这个量呢会越来越多。就拿中国来说吧哈，我们每年都有2600万吨的旧衣服被扔掉，但是呢只有不到1%的这样的一些服装或者纺织品被这个回收和再利用了，也就是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哈。所以我们如何来去做好下面的这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如何来去面对它这么样的一些窘境哈，希望呢我们来去找一些方法。那么我们也希望设计师们呢能够发挥大家的这个 soft power 哈，应该是我们的这个能量哈。那么可以说一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呢有 80% 都取决于我们在设计阶段的这个决定。所以今天早上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这个彭院呢也在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设计，就是如何去面对我们的设计，如何把我们的设计进行合理的规范的设计。所以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哈，那么设计师要把我们关于这块的一种我觉得叫做认知呢重视起来哈，我们如何在设计当中就减少资源的消耗，是吧，减少污染，然后呢尽量的少一点浪费啊，这些是我们可能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就是目前呢我们在科技方面呢不断有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巧，那么影响到我们的设计。同时我们针对美呢实际上我们要在做减法啊，就是不是越多就越美，是吧，越复杂就越美哈。因为我们目前提倡这个绿色环保的设计呢实际上它是在围绕德在做加法。所以我们做加法的这么样的一个渠道 channel 是不是对的，那么也希望呢我们有一个就是重新的这个梳理，就是对美的看法我们需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知。好，那我们继续来去看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办。对，我相信呢我们可以做到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是这些 possible 的 answers 都有哪些呢？我们在此呢也给大家罗列了一些 answering 哈，也请大家来去看一下，针对于我们的 background 的提出问题和 solution 解决问题呢，我们有以下用星号所罗列的7个方案。当然这些方案里边它有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也有设计的，比如说第一个 material sciences 和第二个这个 fibers， 那么它都偏向于这个高科技领域哈。可能作为时装设计师来讲，我们需要去观望，去了解在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个应该说是设计潮流。那么作为Product technology 来讲的话呢，那么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去应该说是就是说很关注的哈。比如说刚才向老师也提到了哈，一些这个牛仔的生产商怎么来去用新的一些这个 technology 去做哈这个创意，是吧。那么这些前三个呢他们都非常的有意义，但是可能和我们的时尚设计师呢稍微离得有点远。而作为第四个的话呢，是我们就是说如何来去减少它的这个 consumption 啊，也是针对消费者来说的。作为这里边的第五个，
recycling 和第六个 upcycling 呢，是我们设计师们或者是希望从事于这一行当的设计者们多一点的关注的，那么也是我今天在后面的案例当中呢主要强调的哈。那么最后一个呢，是借助于全球和不同地区的一些智慧，我们能否找到一些答案哈，这个也是非常漫长的一个修炼。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所以在今天的这个 solution 里边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下面很多的设计师呀、艺术家呀，他们用到这样的一些 redesign、renewable 哈、renewed 等等怎么样的一些方法。那么在技巧和方法上呢，我觉得它给我们的创意呢带来了一些可能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的了解呢，是去做一些有价值的设计哈，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追求利益，是吧？有利益的设计呢不一定有价值，但是有价值的设计长此以往呢一定会产生非常好的效益哈。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浪而不费来讲的一个法则啊，一个原则吧哈。那首先呢，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末就对我们的时尚界有影响的 Marti Magina 来讲哈。那么他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哈、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有着比利时六骏之称的这么样的一个后现代的设计师之一啊。那么他用到了一些这个材料的这个边角料，以及那一些可以说是比较废弃的一些材料，那么来重新打造这个服装，和那个时代用比如说非常宽的肩啊，或者大胆的用色等等非常夸张的 silhouette 来去做设计的一些系列来讲呢，应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它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那么在它的这个设计里边呢，用到了很多捡来的一些比如像拉链啊，或者是一些手套，把它们进行解构和再线哈重组而成一件衣服。虽然有过多的是创意的痕迹哈，但是这种理念呢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可能。我们那些废弃的东西并不是废料，它可以的变得非常的有它的意义哈，或者很神奇。所以甚至它也用到了一些像袜子哈这样的一些材料，那么来去拼合成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上衣。那么从审美上呢，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可能。好，那么我们说到九十年代，我们再回到了2020年。那么在刚刚这个进行的这个意大利的时装周，米兰时装周上呢，来自于意大利的品牌 Mani， 它的这个首饰是 Francisco 呢，就运用了这个我们所一些就是在裁剪过程当中所剩下的哈边角料，那么来去做它的这样一个叫暗黑版的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系列设计。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设计呢，非常的大胆。而且呢很这个具有冒险性。那么当然他打造了这样的一种设计的话呢，也是具有超现实主义美感的一个设计哈。无论是在他的材料上，还是在他的鞋子上以及包带上哈，那么都有着非常多的一些审美的这种一个啊，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处理，也非常的应该说是很实用哈。所以这个我们最新的一些流行趋势里边也看到了设计师用到了这么样一些手法。好，那么无独有偶，在2016年的秋冬，多年前的哈这样的一个Vienna 二系列当中呢，它也用到了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用旧料来去进行织造的这么样的一些大衣和外套的设计。那么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哈，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那么它一样也非常的就是有它的色调哈，虽然它是用不同的这个料那么来去组合的，但是也非常的有审美的这个效果哈。OK， 那么同样作为中国设计师来讲，目前也处在我们的这个前沿哈，也有非常多这个在这方面有着不错的这个设计师哈。比如说我们刚才向毅老师提到的这个张娜的这个再造一银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设计师。那么他的设计呢，非常的有亲和力。那用到了这样的一些旧的料，但是同时他也比如说召集了这样的一些下岗的女工或者大姐，那么给他们做培训，让他们呢来去做这么样的一些工作。那么对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呢，我觉得呢不仅仅只是表现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设计上哈，那还表现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当中哈，所以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哈。
好，这是张娜。我相信我们还有蛮多中国的设计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举措来引领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认知的。当然我们也来说一下一些 new power 哈，这些刚刚在近几年啊被我们了解的一些非常新锐的设计师们呢，也是很愿意去尝试哈，用这个 sustainable design 的方式来去做他们的服装，包括来自于这个英国的一些，比如说 Kevin Gimenez， 以及呢Mitt Williams， 以及呢巴拉巴拉的哈，我们分别来去了解看一下哈。他们呢通过比赛，使得我们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天分。那么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设计师呢，因此走上了这样的一条，就是用废料那么来去进行美化设计的这么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哈，就是他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整个的里程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调子的。我们首先介绍的就是2017年获得这个大奖的这个 Kevin Gimenez， 那么他的这个作品里边就是用到了大量回收的一些这种应该说是零散的一些片儿或者料，那么用它组合成的服装呢非常具有奢侈品设计的效果。那实际上他用的材料都是一些回收材料，应该说在这方面呢 Gimenez他有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体会哈。那他不仅仅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奢侈品上面，同时呢他也用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系列哈。我们看到这是他所做的一些系列的设计。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他用到了这个 T 恤衫、白 T 恤和牛仔裤上面哈，我们穿旧的这个牛仔裤，那么被我们这个打造一新哈，闪亮登场。那也是用到了这样一些废弃的材料，那么使得它光彩夺目的哈。那么可以说这个Kevin Gimenez 呢在这方面呢有着非常多的一些体会，不仅可以走在很前沿，那同时呢也可以做一些满足市场需要的这么样的一些设计。下面呢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短片，可以请我们的这个工作这个人员来帮忙给放一下。好吧。好的，谢谢。好，我们看到哈，就是 Kevin 呢他利用了这么样的一些应该说是材料，重新演绎成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蛮诚意的系列哈。那么有给歌手，那么也有给一些明星，当然也有一些这个街头服饰呢，可以说带来全新的这么样的一个这种感受哈。我觉得就是应该他在设计上呢可以说既吻合环保理念哈，那么同时呢也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很全新的这个奢侈品的设计。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在业内掀起的这样的一种波澜呢，实际上给我们呢非常多的一些启发哈。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作为来自于英国的很多的新锐设计师呢，他们在这条路上已经尝试了多年哈。我们现在看到呢是来自于这个2019年的就是 Redress 的这个大奖的这个获得者哈 Maddie Williams 他的一些设计。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赛呢，我们如果在座的同学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那么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们来去这个怎么说呢哈，再去 share 哈，就是对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有识之士。那比如说他一直以来就是坚持使用一些旧的材料去做一些探索，那么以至于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大获全胜哈。 sorry 我再往前放一下哈，刚才有一页可能稍微的快了一点。对，那么这个在领子上哈，我们看一下领子上的这样一些设计的话呢，能感觉到它非常耐心的细致的哈，用这些旧料那么来去和我们的立领的面儿那么来去做
这个翻出来这一面的这么样的一些设计哈、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材料可能需要你通过一定的这样一些实验，当然还有一些尝试呢，来去找它的审美哈、啊，并不是说这些可以随手拈来的哈、啊，需要我们用心的去打造。嗯，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这是2019年 HM 设计大奖的哈、啊，来自于这个也是英国的阿利瓦利亚。那么它的设计里边哈、啊、也是用到了这样一些手法哈、啊，也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对它呢多一些了解哈、啊。它自己的背景呢是有这个尼日利亚和印度的这个背景，所以它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女性以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呢，有很多的一些关爱啊，用到它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应该说是过程当中哈、啊，我觉得蛮受启发的，也是把一些废料呢很好的利用起来。OK， 好，我们说到了这些比较前卫的哈 designers 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是一些这样的这个我们叫做高科技手段哈，那么如何来去推动我们的时尚设计？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意大利的 Ferragamo 这个牌子，它和一个 Fibo 哈 ，Origi Fibo 这样一个应该是公司合作的一些系列哈。那么作为这个系列来讲呢，可以说也是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它是用橙子，对，刚才我们的这个向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像咖啡渣啊，它也做出来非常温暖的这个上衣。橙子呢，也是我们消耗非常多。多的一种水果，比如说在意大利呢，每年他们就会发现呢，可能有将近70万吨的这个柑橘类的副产品。那么这样，我们人类在消耗它的时候呢，也产生很多的这个渣儿。所以呢，这个 Origin Fibo 呢这样的一个创业公司呢，就开始利用这样的一些哈，就是食品当中的料哈，废料，那么来去做一些这个提炼哈，因为它具备了一些纤维独有的一些特性。它不需要混合其他东西哈、啊，它本身就有一些粗糙的纤维是可以用到的。那么在和 Ferragamo 的这个系列合作当中呢，他们用到的是丝绸，那么来去做了一个应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么样一个布料的开发。那同时呢，也请到了一些面料的设计师来去做一些图案哈。所以这样一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话呢，我觉得也是针对我们 original 哈、啊，就是这个 origin，sorry 这个橘子、橙子的这么样一种。植物它怎么来去新生，那么来去打造的哈，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大家比较熟悉像阿迪达斯这块呢，我就稍微快一点哈，因为我们后面的有一位这个来自于企业的这个黄老师，他会就比如说这个废料的再回收如何来让它更加有意义的服务我们设计，还会着重的讲，比如阿迪达斯呢在这个海洋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污染物里边寻找那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塑料的垃圾，把它做成我们的再生的纤维，那么做出来的鞋子可以说从2015年以来到现在，它一直在努力去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全新的设计，同时也很环保哈、啊，也非常的有这样的一种可持续性的哈、啊、这么一个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关注它。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些努力的哈、啊，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以简单的方法来去推动这样一些小的一步的改变，也许呢我们可以一起呢迈出重要的一大步，那么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目前大多数设计师们可以一起来做的一件事儿哈。同时也是 Stella McIntyre 这位在时尚界哈非常多的关注这个可持续时尚设计的一位设计师，他的一个理念也是我们每个人可以不用就是说那么非要去就是读怎么着，我们可以合作，我们每个人做一些些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我们后面的设计呢来去助力哈，就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助力来。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作为北京服装学院哈一些他的这么样的一些举措。因为北京服装学院呢也是非常鼓励我们的同学，特别到了3年级的工作营的期间呢，来去做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比如说院领导也特别支持我们的整个的这么样的一个设想，包括请到了这个瑞典大使馆的参赞和他们聘请的来自于瑞典的哈一些这个可持续时尚设计方面知名代表企业的设计师给同学们去讲，以及呢我们在这方面去做这么样的一些训练哈。那么这样一些训练实践里头呢，我们也有把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比如
制本的一些工艺呢结合起来，把废料呢用在本啊、包啊等等这些上面。那么可能我们目前呢还有很多的不够啊，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尝试把它做好。包括我们的国际工作营里边，我们用面料来画画啊，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牛仔布是吧，就是来去做局部的一些绘画啊。我们不仅仅只是用笔，是否用更多的一些有意思的料，那么来去加强我们平面或者画面的一种沟通的可能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努力尝试的。那么也就是在此呢给大家做简单的汇报，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多的一些需要提升的地方哈。那最后呢我们快结束了，给大家来一个这么小小的一个应该是小贴士吧哈，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来这么样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如何用旧的 T 恤来做一个围巾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秋季开始，我们夏天的很多的这个 T 恤衫呢可能已经都旧了，或者穿的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来做一个围巾哈。这个也是我们在进行国际交流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这个小成果，所以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的 T 恤衫的底摆，那么往上走的是我们 T 恤衫的这个胸腰以上的部位，我们可以把它截取以后呢翻过来，在它的底摆处呢做一些剪切哈，然后利用这个针织的这种卷边性呢，拿我们的铅笔稍微蹬一下出来这样的一种效果呢，来去处理好它的这样的一个边儿哈。那么我们大家回去以后呢可以也试着玩一下，把我们这样的一些废旧的 T 恤呢给它用起来哈。啊，希望大家呢今天下来有收获，那么我们也希望一起来努力哈。那么在我们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的这样的设计呢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也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性的哈。好的，我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先到这儿，那么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非常非常感谢杜老师的发言，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新的可持续的生活理念和一些实用的方法，非常感谢杜老师。接下来我们有请马川老师为我们分享，他的此次的分享主题是让材料呼吸思辨的氧气。他在高校通过课程的开发与实践，探讨批判性思维如何在可持续设计中产生影响，并从生态性观念、生物学思维和生长性材料切入，引导学生一起通过设计来重新思考未来。下面我们请马老师分享他的经验。好的，好的，各位马川老师在线同学们，大家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我说话，请分享你的屏幕。好的，好的，可以。各位同学们，各位老师们，大家好。首先，感谢，非常感谢向老师和组委会的邀请，也很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在教学以及在对于可持续设计的这样的一些思考来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分享。今天的分享呢有两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如何将可持续思维运用在这个材料的设计当中，以及在设计院校如何开展相关的设计教学，以无鞋设计为主题来给到大家一个教育学的互动过程。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从生态性的观念和生物学思维以及生长性的材料来切入，重新思考一个人类物种社会和自然的一个生态化的关系，以生长设计为切入点来促使我们新一代的设计从业者在设计院校当中来思考什么是可持续。第一个部分呢是已经完成的一个完成时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进行时。所以接下来是第一部分，关于这个无鞋设计，其实是我和向毅老师在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对于本科二年级的学生所开设的一门叫做材料工艺与构造的课程。那无鞋设计是这门课程的一个宣言。在英文里面对于无鞋的解释呢，我们称作它为 guilt free， 也就是说我们要没有愧疚感的去设计，我们秉持着
天真的、纯粹的、正直的心来发现我们的问题。那整个课程我们会从社会、经济、自然、历史、科技等等的话题的关注，来关注材料本身的性能的结构的改变，以及不同性能的叠加和组合，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导出新生的和重混出来的材料的性能，它可以运用在比如说可以自成型，可以代替塑料，可以生物染色，可以回收，可以无受害者，以及可食用等等的这些案例。最后呢，我们认为材料本身它不光是视觉载体、功能载体，它更加可以是社会载体和观念载体，以及探索设计的载体。接下来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流程介绍啊。对于这一个课程，我们是这样来设计的，就设计课程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是有一个特殊性啊，创新设计学院有这样的一个工科班和艺科班联合教学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呢，我们对于工科班和艺科班呢，会先进行大家对于材料本身，特别是传统材料的一个了解。图片上面显示的呢，是我们去参观在杭州周边的一个专门造竹纸的一个传统的工坊。学生从这个传统工艺里面开始了解材料本身。接下来呢，我们设置了一个小任务，是需要学生去了解材料的特性。这个特性我们归类了大概有56种这样屏幕上显示的性能，然后让学生去收集，以性能为出发去理解材料和认识材料，并把它整理出来，而不是去传统的按照材料本身的分类方式啊，我们五大材料的分类啊，不是我们这样去分的，而是从性能来导出的。接下来呢，我们由于工科班和艺科班会有不同的侧重，工科班的同学呢会将物理的性能，比如说用屏幕上显示的这样数据化和量化的图表化的这个呈现方式来呈现。那艺科班的学生呢就会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体验真正的手工造纸。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去从这个造出一张完美的好看的纸，而是去感受这个纤维被提取、打散然后再重组的这样一个本质的过程。接下来呢，有这两波学生在前期完成了两周的这样的体验之后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中期的沙龙。可以看到是一个场景的重现啊，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桌子，然后学生面对面的在介绍自己对于某一种材料性能的这个兴趣点。于是两个兴趣相投的同学，他们就可以组合成一个兴趣小一个工作小组，进行接下来的材料的设计的提案。那在材料设计提案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几句口号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课程当中会给学生强调的。第一条就是 make your hands dirty， 就是我们必须和反复的强调我们一定要上手来体验材料，是必须上手来体验材料的。然后第二个点是，因为我们通过上手，我们可以在这个制作材料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很多我们去触摸材料、改造材料的行为是下意识的，是非理性的。那于是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设计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呢是材料来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双手触碰了材料之后，材料会告诉我们答案。第三个点是要求学生来直接面对他们由于材料的限制条件啊，比如说你不同的湿度、温度、密度、硬度，在材料成型过程当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挫折和困难。材料本身可能和你真正想象当中它想成型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失败会一个一个接着的出现，但是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失败，在失败当中来推进我们对于材料的探索。然后第四点是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会以问题导向的一个学习的方法，把活生生的问题这个呈现出来，来激发学生对于解决问题、解决方案的一些提案。对于这个问题呢，他可以上网去问，他可以找到不同的学生去问，他可以尽自己所能找到不同的专家去问。所以我们也是强调说，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不是直接告诉学生材料的知识，而是说去训练解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在于你懂得多少，而是在于你去如何思考。
然后接下来这个屏幕上显示的呢，是我们最后在材料汇报整个课程汇报的时候，我们倡导大家去学会争辩，去寻找一种挑战权威的态度。我们可能在传统中国传统啊，追求这个尊师重道的这样一种美德的影响下，我们可能不像西方的思维模式那样非常的具有批判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汇报，然后讨论辩论的过程，能够帮助每一位同学在体验课程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价值。接下来最后一点就是如何与人合作。也是由于工科生和艺科生这样的一个碰撞，我们会发现在学校我们就把真实世界真实的设计方案当中会遇到的团队式的合作、项目制的合作以及多文化的合作、不同语言的合作、多学科的交叉的合作都呈现到了他们的面前。学生可以在这个教室作为一个项目的一个培训的阶段，就能够真正面对到如何与人合作这样的一个可能是争吵，也可能是合作非常的愉快。但屏幕上面显示的就是两位吵得特别四位吵得特别厉害的同学的一个记录下来的一个片段。然后整个课程呢，接下来会有一些算是阶段性的成果。屏幕上显示的是有一组学生利用这个秸秆皮和秸秆芯将它进行打碎，然后把红糖和石灰混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些强度和韧性的实验，以及它的牢度和硬度的实验。这个显示的呢是通过热敏纸来进行导电，然后在这个包装本身上通过导电就能够形成不同的图案啊。这个也是好像看上去也不太中国美术学院，但是是一个我们期望将理科生的思维能够融入到这个最后的审美的导出里。然后接下来这个呢看上去很特别啊，它其实是鸡皮，是鸡的皮来鞣制出来的一种新的皮革。然后学生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鸡皮啊，它真正有一些它的特性可能是之前都没有运用和这个利用过的。比如说它这个皮革和不能叫皮革吧，就是样片和样片之间它是可以无缝连接的，它不需要缝制，它只需要在它湿的情况下粘合在一起之后，等它干了以后它就可以无缝的连接在一起。然后它本身有一定的承重性，然后它可以被折叠之后可以遇水之后可以恢复，这是学生发现的一些材料的特性。然后接下来是这个项目是跟海洋当中的一些生物有关的提取啊，比如说学生利用到了鱼鳞啊、扇贝啊、贝壳类的还有紫菜类的天然材料、天然物质，然后和海藻酸钠混合在一起，想重新去代塑，提供一种新的塑料的生产方式。我们还我快速过一下，我们还有一些案例，比如说是这个是植物蜡和纤维的一个组合，然后也有同学去研究豆腐和豆腐渣本身的一些成型方式，以及还有红茶菌的一些培养方式。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部分，也是我和向毅老师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在创新设计学院所建立的一个叫做生长设计工作室的这样的一个进行的方案啊。这个思考呢是来源是这样的。首先第一点，我们从理解材料的方法上，我们会发现说现在我们对于材料的理解会从制造慢慢转变为催化。然后是关于工艺方面，工艺和构造方面，我们会发现我们会慢慢的从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生产方式会慢慢的从组装转变成生长。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对于物品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可能会从这样的一种无机的形式变成了一种有机的形式，就像手机现在里面的传感器能够监测到我们的生命活动，但之后会不会是有机的形式，比如说一些菌类能够感知到我们的生命活动和生命体征，收集到一些数据。所以呢，生长设计工作室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框架，会用这样的一个象限来呈现。首先第一个象限是利用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观点来切入我们对于设计的思考，会从中会寻找到一些灵感。
然后我们同时会植入中国美术学院最擅长的中国本土文化和设计的人文精神，将利用一些中国画的培养的课程，让学生通过审美的观法和自然的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中国传统的本土的观念和思考方式，融入到我们对于设计的运用当中。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对于技术哲学和科技的影响来进行一个切入，但是这个方面我们所利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会看待和批判性的来看待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影响。第四个象限就是设计，最后导出设计的手段会作为一个思辨和叙事的一个要求。整一个四个象限所中间叠加的这个透明的这个层次叠加出来的这个中间的集合点，就是我们生长设计工作室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对于教学来说，在这个区域里面，在这个象限里面形成了这样的一些课程，这些课程可以从中间开始发散来看。首先我们要教会学生如何来设计一个情境，然后我们通过生物学的观察，观察植物，观察细胞，来寻找到一些客观物质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给我们得到一些灵感，这些灵感呢运用中国画的观法去将我们的灵感实现为形变和形变，然后导出一些跟材料相关的物理性的预测，然后制造出这样的物理的模型，然后将模型进行迭代和推演，最后推导出一个可持续的创新的一个设计提案和产品的演绎。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流程啊，我这里也就不赘述了。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一个课程的组合，我们有不同的专业背景老师，然后有不同的这个非传统类的设计类的课程来融合旋转出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所以整个课程会有一个这样的流程，也就像生物学的观点一样，会有一个从播种到发芽到成熟到收获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室啊，学生呢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比较有仪式感的工作方法呢，每天穿着这个像这个白大褂，医生用的白大褂一样，会给到自己一个设计师的一个体验感和一个责任感。在课程当中，我们希望培养学生，与其说他是一位艺术家或者说他是一位设计师，而我们更倡导的是更强调的是希望把学生培养成一名发明者。那在培养这个发明者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强调在这个有一条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一条轴啊，这条轴呢是我稍微来解释一下，在最左侧，可能在这个 boring 也就是无趣的区域里面，对应的呢是传统的设计和我们普遍看到的现代设计的这个类型。比如说如果我们称它为是一个 boring 的一个区域，那在最右侧我们看到这个疯狂的区域，这个 crazy 的部分，可能我们来说是比如说是夸张炫酷的那些科幻或者是不着边际的那些虚构，我们如果称作它为 crazy 的话，我们想要去寻找的也就是思辨性思维能够帮助大家帮助学生去寻找的这个平衡点，也就是中间的这个区域叫做 sweet spot。 我们希望这个点啊，这个区域里面找到的点是一个有非常有效应的发力点，这个发力点就是学生作为设计者的一个能够与自然能够达到一个共情共感的想象力的一个发力点。最后会抛出几个问题，也是我们生长设计在进行时的时候一直每天会在探讨的问题。比如说当材料具有时间性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当材料的新陈代谢啊，材料像人像生物一样，像动物一样具有新陈代谢，那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如何能够和细菌来进行可持续的共生？或者说我们摄入的食物都是3D 打印甚至4D 打印出来的，我们会吃什么喝什么排泄什么，这是我们比较纠结的现在在思考的一些点。然后接下来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了，我想在这里可能也是抛给所有的听众来讨论的，一个是
在凯文·凯利的就《KK 大叔的人类简史》当中提到啊，人类在大面积的种植小麦，那看上去呢，好像是人类来驯化了小麦，但其实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其实是小麦驯化了我们的人类。那我们被迫的，永久的定居在了小麦的旁边，这样的一种现象，也让我们一起想到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塑料制品啊。看似呢，好像是我们发明了塑料，但其实是不是塑料发明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在着我们这个毫不怀疑的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是不是由塑料驯化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期望用更加可持续的材料来代替塑料，但是是不是我们真正能够要代替的，而不是材料本身，是我们真正看待日常的方式以及看待这个事物的这个观念，才是我们想要去替代的，想要真正去营造可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思考。这也是我今天最后想留下来的一个思考的问题。谢谢大家，我这边的内容就到这里。向老师，你没有开麦，不好意思，我重新讲一下。好，谢谢马川老师以上的发言，非常感谢马川老师的分享。新的观念和新的材料的思考是一场实验，我想它会给我们未来的设计、生活以及教学更多的可能性。也做个广告，我们学院的课程探索呢一直在持续进行中，也非常欢迎有共同兴趣和专业的老师和朋友一起来加入。下面呢我们欢迎的分享者是好评的创始人宁宁。3年多来好评一直在探索着一个可持续品牌在中国的大众沟通方式，为更多人了解可持续消费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最近呢他们又有哪些新的观察、新的尝试呢？我们今天来听宁宁的分享。好，欢迎宁宁。宁宁，嗨，我在。好，我分享一下这个屏幕。好了，好，看到了。哎，好，首先表白一下，非常喜欢刚刚马川老师留下的最后一个思考题，是否是塑料发明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跟我做的事情也特别的相关。那大家好，我是宁宁。因为我的摄像头坏了，所以今天只能以一张照片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那但是也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是照片中我穿的这件绿色的外套，它是我们的产品，叫在乎一，来自于13只塑料瓶做成的。那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品牌，叫做好瓶，瓶呢就是塑料瓶的瓶。那我们就是用一次性的塑料去打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可持续产品，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其实在做好评之前呢，我是做着跟可持续环保并不相关的事情。我在阿里巴巴做电商运营，那个时候的工作目标是让更多的人来买更多的东西。5年多的工作，不断在追求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的消费数字，那种超过生活所需要的感觉，没有止境的购买，当时把我压得喘不过气。那个时候我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然后后来我就
开了阿里，然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间隔年旅行。那在美国的西海岸和拉丁美洲都住了一阵子。我住的地方呢，骑上自行车就可以去港湾去玩帆船，或者到后山去爬山，去攀岩，都只用花上15分钟，生活环境一步就是能够走进大自然。那个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没有外卖也没有网购这样的一些事，我的生活整个变成了几乎放进一只背包里就可以全部带走，但是那段日子却让我觉得特别的饱满。后来我就越发的确定，其实很多快乐都不是通过消费获得的，但是大自然可以给我们。回国后呢，我就想要延续这种改变，然后我就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我开始给一个社会创新平台写稿，然后去关注一些用创造力这个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当时呢，我关注到一个正在关注社会议题和环境议题的摄影师，他叫风旺，然后屏幕中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摄影作品。那他当时呢，用1万只回收的塑料瓶摆出了这样一片塑料海洋，然后困住了美人鱼。他比较习惯去记录自己拍摄项目的这个过程。当时在这个影片中，屏幕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总重量就会超过鱼类。当时的这个画面和这句话带给我了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一直都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最热爱的海洋，因为我很喜欢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跟海洋相关的一些运动，然后也很震撼海底的那些美，但是呢，我正热爱的这样的一个海洋，其实被我每天都在使用的一次性塑料正在被吞噬。那几乎每一块塑料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它其实都还存在在地球上，可能以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形式。那在取代一次性塑料的这个应用之前，其实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塑料污染问题，循环再生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呢，当我知道原来塑料瓶是可以做成好看的产品的时候，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3年半的那起点，我开始了好评。我发现原来消费它并不全然是环保的敌人，然后我们以产品为媒介，其实是可以撬动市场的力量，一起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2个月后呢，好评就发布了他的第一款产品，12个塑料瓶做的好评梯。那个时候呢，还是2017年的中国市场，大众其实对可持续还有再生材料这些概念都非常的陌生，很多人的心中甚至有一些抵触。所以那个时候好评主要在讲述的是再生的这些产品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就发起了一些行动去传递这种可持续的理念。比如说我们缝制了屏幕中的这个战袍，然后在全国超过7场马拉松中去拯救赛道上的瓶子，然后征集勇士穿上它边跑马拉松边捡塑料瓶，全身可能挂着70多个这样的塑料瓶，跑完42.8公里的这样的马拉松的全程。那到了2年，我们和可口可乐还有壹基金推出了一个联名款，它叫24包。每一个包呢，其实是由24只回收的可乐瓶和一块曾服役的壹基金这个救灾的帐篷布共同打造而成的，也就是屏幕中现在这个蓝色的小帐篷。那上面呢印着这个帐篷曾经服役的某一场地震现场，比如说现在屏幕中这个是雅安地震，那还被我们印上了独一无二的一个门牌号码。通过24包的售卖，我们最后项目还捐出了一批也是由塑料瓶再生材料做的儿童帐篷。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去到了壹基金的救灾现场。那小帐篷的这个加入和它背后的这个故事，让好评在2018年开始吸引了很多的社会能量。比如说我们
走上戛纳国际创意节呀、包括二四包和这个大熊猫的 IP 合作，成为这个传播青年文化的一个外交礼物。那到了2019年，中国的可持续的潮流其实开始兴起了。那个时候我们观察到，像有很多新兴的 DTC 的品牌开始进入到中国市场。那很多 DTC 的品牌其实都使用着可持续环保或者是一些很自然的一些材料。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时尚业也开始推行各种可持续的时尚理念。包括连从上海开始席卷全国的这个垃圾分类，其实也对大众去了解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做了一个很好的普及。这些都会让市场的接受度打开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那我们也是因为这些越来越多的就走入了大众的一个视野。比如说我们受邀请去到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去讲述好评的故事，作为今年唯一的中国面孔出现在 Apple 是 Mac 背后的你的影片里面，去代表创造力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去年的夏天，我们又推出了一件风雨衣，它是来自于13只塑料瓶，背后还有一句遇水会变色的 slogan。绿色呢是城市中的绿地小森林，黑色是深海鲸鱼，灰色是正在融化的极地冰川。那每当下雨的时候，背后的这句 I don't care 就会变成 I do care， 去透露我们往往会藏在心里面的那个但是又无法掩饰的小在乎。嫣然的天空呢，这个颜色是我们联合嫣然天使基金推出的孩子们的专属色，去为孩子们守护一颗他们未来可以赖以生存的地球。那风雨衣呢和二次包一起在今年被一条品做了40件改变中国、改变生活的中国好设计。那最近呢也加入了红点设计博物馆的馆藏。去年的冬天我们又做了这样一款太空包，它是由27只塑料瓶和一块神舟七号火箭残片做成的，就是曾经去过宇宙的神舟七号火箭的整流罩，然后用激光进行切割这样子的一块碎片。还有半只我们自己去年双十一后在周边社区收集的这个快递袋，我们收集了500-600只，那组合成了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列，一个背包，一只太空垃圾手环和一只地球垃圾手环。那其实整个设计的灵感来源是有一次我们和中国航天的一个对话，那我们才知道原来在太空轨道上也有很多的太空垃圾，它正占据着我们的轨道资源。那如果我们还像曾经对待地球垃圾那样选择忽视的话，其实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也将被终结。那为了更好的表达太空文化呢，我们还把整个包都设计成了太空站和探测器的这种对接的方式。那小包可以从大包上面脱离，单独斜挎来背。3年多呢，我们一直都在探索着一个可持续品牌在中国和大众的沟通方式。我们看到阻碍可持续消费的因素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户的信赖。很多中国消费者其实也不知道去哪里才能够买到可持续产品，该怎么识别可持续产品。那虽然像我们这些再生的产品都会有 GRS 这样的一些第三方认证，但是消费者还是很怕，哎，我会不会是为营销在买单，会不会交了智商税，就他们其实并无法很好的去识别。那好评呢，其实在这些探索中我们发现一个很好沟通的方式，是我们使用的是来自于塑料瓶的再生面料，它是看不见回收的塑料是在哪儿的，那所以我们会加上一块用户看得见的也可以追溯它的来源的有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回收材料，就像刚刚说的曾服役的帐篷布，或者说是神舟七号的火箭残片。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自有产品，我们会到一些线下去收瓶盖或者说是快递袋，然后说包是瓶身，我是瓶盖，你收到的是完整的塑料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加深他们对整体产品的理解和信赖，去拉近这种心理距离。可
持续呢，在我们看来，它不应该只孤立的考虑我们是使用了环保再生的材料去做产品的，它其实应该从产品设计最初到生产到物流到产品使用的尽头应该如何回收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去考虑它所产生的一个环境效应。那好评呢，今年呢也成为了中国大陆首家可持续环保 B Corp 认证企业。介绍一下这个 B Corp， 它是一个第三方认证，是一套透明、持久、有公信力的有关好公司的一个认证标准。我很喜欢对它描述它的一句话是，说它的存在是为了大家奋力奔跑，不只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更要成为对世界最有价值的企业。那其实在申请 B Corp 认证的18个月中，好评呢也逐渐把最初的那个对世界要有价值这样一个存在在我们内心的标准，把它慢慢的落实为一套套企业的一个经营的准则。那从产品设计到日常的运营到整个公司面临未来的进化方向的每一个战略的决策，其实我们都会更加明晰这样一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感驱动的小公司要怎么去做出选择。那我们也发现可持续呢，它其实是代表的是一种连接，是能够看到每个人的生活和消费其实和其他的人和这个社会和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相连接的，这个是可持续。那也就是从我们设计者到工厂制作者和用户使用者，其实都能十分用心的和我们的这个物品达成一段关系。所以呢，在后面慢慢的意识到它是一个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后，今年连结这个词就成为了好评今年的一个重点词。比如说我们会去为我们的用户去打造产品，那比如说我们为灵活办公的这样的创意人群们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方块包，它的底部是方方的一块，那正好可以够我们放进一个 iPad， 然后他们移动办公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柔软的软垫保护着这个设备。那我们也为内心有热爱的一些斜杠青年去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双肩包，包底有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房间，装下8小时外充满可能性的另外的4小时，然后我们就把这款包取名为84光年。那我们正在打造的呢是一个想是这样子能够连接更多人，不只是孤立的去讲可持续环保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有趣的品牌形象。那去连接一群呢可能相较于外表的酷，他们是内心更酷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其实在我们认定的这样的一群离我们最近的年轻人，在他们的眼中应该很多的规则和限制其实都是可以打破的。他们会自我探索，但也渴望和一个更大的世界去连接。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跟他们去一起去寻找那个超越消费之上的意义。2020年呢，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挺魔幻的。我们都在年初的时候被困在了家里。那个时候呢，好评在居家办公的时候，我们就整个团队决定夏天来临的时候要推出一款包包来表达我们当时那个渴望冲破被隔离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那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款带上它就可以大口呼吸的野餐包。它也是就是基于我们的这个设计原则更加实用，然后能够更加多面性。那我们其实把它设计为除了单肩背还可以切换成双肩背，那解放双手任意拥抱。我们还做了一场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叫做路边野餐是一场野餐包的这个漂流。那就有一批野餐包在7月初的时候从上海的好评的工作室出发，然后漂流去了6座城市陪伴着30位好朋友，记录下了他们的整个7月和美食呀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故事。
我们所描述的这个野餐的场景，不只有草地上的野餐，还有这个天台上的啊，包括摇篮里的，还有真的就是划桨在河上的，这个真的飘在河上的这个漂流的野餐。那我们其实倡导每一位使用者，就是参与漂流的使用者，都为后一位使用者精心准备一个手写的卡片和小礼物，就像我们当时发出的第一份就是第一站的这样的转换的一样。我们鼓励大家在同城漂流的时候省去快递啊，面对面的去进行这个传递包包。那么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面，原本互不认识的很多陌生人就干脆约了一场火锅野餐，交到了新朋友。那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在线一起在看我们直播的好朋友有多少人。那如果大家也想要参与进来这个野餐包的漂流的话，可以后面加我的微信，然后也领取我们的野餐包，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活动。我们其实由于上心太不平凡，总是会遇到一些老朋友来关切我们，就说你们最近还好吗？是不是还活着？那想跟你们多一点互动。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初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一个社群，存在在我们的微信上。那现在已经就是一个满了，又建了一个这样子。它叫好评的瓶盖。我们在里面会分享一些可持续的新知，一些可持续生活的一些小技巧、小工具。那它被我们很多群友就称作一个宝藏群。那目前这个群呢还是以线上直播为主，偶尔线下的市集啊，或者我们也会去见面。那每隔一周我们都会邀请关注着不同领域的这个可持续生活达人来我们的群里分享他们的经历和体会。那比如说呢，有在这个城市办公室里面打造阳台一米菜园的城市农夫，阿丽，还有比如说刚刚前面老师们也提到的这个牛仔裤的这个染色的过程非常污染啊，那这个 Lucy 曾经是这个牛仔裤的设计师，他亲眼目睹了这个工厂的一个污染以后，他就转变了他的一个职业轨迹啊，他的一个心得体会。然后包括两年换了99个房东的旅行作家苹果姐姐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分享，会在群里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些故事。那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就来邀请你们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社群。十一后呢，我们其实会对外来开放好评现在的工作室，邀请大家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之前我们 workshop 只在市集里面做，那未来会把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工作室里面去，把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废弃的塑料包装变成一些潮流好看的一些产品。也欢迎大家如果不在上海的话，到上海的话就来我们的工作室玩。好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一个为解决一次性塑料问题而诞生的品牌。我们是想用这样的一种生命很短暂的一次性塑料去创造特别长久的故事，然后让它去连接着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谢谢大家，也谢谢向老师的邀请，谢谢主办方。我的分享到这里。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宁宁精彩的分享。因为几年前与宁宁相识之后呢，看到好评在可持续理念的推广和产品的开发的路上也是非常辛苦也非常努力，然后我觉得宁宁也好或者他的团队也好，都是充满勇气和使命感的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的产品呢也在我们刚才的这个分享中看到变得越来越酷，我非常喜欢好评的可持续产品，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好评这样一个品牌。本来呢我们有最后有一个答疑的环节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这个分享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再做这个环节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样一场直播活动。让我们一起为可持续的生活而继续努力吧。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谢谢大家。好，谢谢向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马川，谢谢宁宁。谢谢向老师，拜拜。好。